先去上班，对，上完班回来之后，下班再开去修车厂，开完修车厂之后，一边想话术怎么跟楼下一楼的王太太吵架，说是不是你把我轮胎戳破了？哎、欸，开回来之后，所有钱都省下来了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组还是防小人专案哦，不是什么防小人专案，不是我意思说，如果你万一般有突发状况啊，怕有人要整你啊，我真的是每次以前读国高中的时候，不是整天都在想说我要把老师轮胎擦破啊，就你把它擦破了，但我从来没这样做过，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。是，但重点就是我真的觉得啦，我真的觉得。因为哈，很多的女性朋友，很多女性朋友真的像现在独立自主女生很多嘛，自己开车的也很多，妈妈开车送小朋友上课的也很多，是，真的女性朋友在外面碰到爆胎，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。碰到爆胎怎么办？你说嘛。光前面这个，是啊，光前面这个，我先把轮胎弄出来，先拖出来，之后哈又要再示范一次，是不是？想把做苦力的啦，OK 啦。你看，像我的腿这么粗壮就知道，每个车都有一个。备胎，备胎放哪里？妈妈，备胎你知道放哪里吗？哎、欸，我现在知道了、哦，有些在车子底下，有些在后车厢里面掀起来。但重点就是，你看有多重，光是一个备胎就这么。我想，就我最大的力气，我也只能抬到这边。我现在先要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拿出来之后，我要抬到前轮或后轮我破链的地方。好，拿出来之后放下来，是靠着，然后我再去拿一个啊千斤顶。我说实在啊，这也不是很大嘛，对不对？但重点是，你要顶到那么高，你要把它先放在破链的地方，然后一台车子的重量，我要把它转，把车子顶到这么高。你光想到这边那个汗都流下来。这只是把车子顶起来，你还没开始换轮胎哦，还没啊，你还要拿那个扳手，把那个扳手，把你的备胎先卸下来哦。扳手，这个扳手，而且刚刚林奇旭跟我讲说哈，我们有四到五个螺帽，对，然后每一个你转的时候，不是说哎我这样子转就行了，不是哦，你要想想看，你去修车行，他说连脚都要下去踩，因为在修车行他是用机器帮你转上去，你现在是用人力把它转下来，你的机器你的力气比较还是机器力气比较大？当然是机器力。力比较大，你要用吃奶力气用踩把它踩下来，我又不是变形金刚。是，然后卸下来之后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只完成一半。我只把轮胎卸下来，我只把爆胎那个卸下来而已，我还有一颗完好的轮胎，我要把它放上去。是，再重复这动作，再做一次。然后我还要再把螺帽锁回去。那你如果没锁好嘞，会不会开到一半掉下来？会，有可能。会不会？会嘛？那你有装跟没装一样吗？而且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啊，像我这种粗心大意的女生啊，我很有可能。爆胎一次，我真的换完了啊！我备胎在前轮了，是下一次爆胎的时候啊，完了，轮胎用完了，我没有备胎了，是啊，怎么办？完了，怎么办？打电话救援呢、啊？对啊，打电话救援要花多少钱 ？OK 吗？我要花掉多少钱？你看、哦，你知道，你这东西哦是什么？高速公路的拖吊三连单，你只要叫拖吊单、拖吊车，你一定会获得这样东西、嗯。那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这也是我们制作人的经验呢、啊，他也不希望大家再有这样子的经验。当然，拖吊车一定会给大家这个三连单，他会叫你填、叫你签、叫你给钱。如果你都不给，他就不帮你拖，你就放在旁边。那要付多少钱呢？十公里内就要先付他1500。那如果你想要拖远一点，比如说那种台北。台中拖到台北，你要拖你的认识的修车厂，每超出10公里，每公里加收50块。对，20公里就500块，这钱只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最便宜就是1500。那如果你看，比如说你要现场处理后轮破损，再加900块钱，刚刚的1500再加900，2400哦。对。那如果你状况比较复杂，你要让人家在那边等的话，每小时还有代时费150块钱。是的。所以怎么算一算，大概就要3000多块的价格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你时间也浪费了，你要等拖到车来嘛，然后再把它拖回去嘛，然后再来你的钱也浪费。但今天1980，简不简单操作，小马？超简单！哎、欸，我再跟大家讲一次，因为像我这种哈，真的是很，就是脑袋很简单的女生呐、啊。外面38度、40度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有人在那边换轮胎，真的太热了。而且你光轮胎，光卸下来就不要这样。就说轮胎破了，你可以洗洗算了，太痛苦了，40度我不要换轮胎。但重点是有这台补胎机，很简单，黑色这条线直接接到补胎剂，转就行了哈。来这边，里面的补胎剂插上去，转就行了。
好，那其实这个插针你就不要再把它打开了。然后再来呢，这台红色的线，这是你的轮胎，这边有一定有一个孔，然后再把它转到轮胎上，哈，就把它转上去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因为剩下最后五分钟，我就不转给大家看了哈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这边你说插线的地方，我们直接拿这个车充，直接拿到车子里面，我们的线很长，哈，直接拉到车子里面，所以前轮后轮都不用担心，都够长，直接就把它插进去之后，最后一个步骤，它这边有一颗很大的黄色按键，按下去，然后你就看到它在开始补胎了，对，补到黄色的地方。就可以了，就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上路了。行程不用等，男生哦，就是抽根烟，聊个电话，说，哎呦，我轮胎破了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没关系，很简单，五到十分钟我自己搞定。他说你学过补胎？哎呦，好帅哦，帅气哦，帅气哦。女生小马，你说看他脸像偶秀，但是他不是，但是他也可以轻松补胎，好不好？谁说我像偶秀的哈？是，重点是今天的价格很优惠啦，小马。是，麻烦所有的会员朋友，最后剩下四分多钟的时间，今天带回去的这一台，我们还是多功能合一的三机一体哦，可以当打胎打气机，是的，可以当补胎机，而且我们也是胎压计，所以呢，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优惠，外面一台就是2290元，就是我们一台主机再加上补胎机的价格，但今天1980元让你带回去外面2290的价格，但我们今天加一元，我们再多加一台补胎机给大家，等于外面的市价要3280元，我只要1981，真的是省钱专案，也是安全专案。最后四分钟的时间，麻烦大家赶快打语音喽，0800-665-99打电话。需要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行车记录器买了没？买了吗？买了。你有用过它吗？当然。我是说一定装在车上嘛。对。但你有没有拿它去报案过？发生事情过？不见得，不见得。那你当初买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行车安全呐。是啊。我有啊，我可以时时刻刻记录，以免哪一天人家 A 到我 A 到人家，或是目睹什么就是车祸现场，说他可以帮我录下来。所以你买不是为了要用它嘛？对。你买的是为了说发生事情的时候它能帮我。对。其实补胎的代理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也不需要破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胎，但是重点是，如果他能破胎的时候，我能自己帮助自己，在最短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内完成补胎，不用拖车的费用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哦，1981这个价钱，其实等于是买一个行车安全的保险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因为其实你真的无法预估，就算现在现场有一个算命师，有一个占卜师，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会爆胎。是啊，今天爆胎，你会损失多少钱？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哦，假日周休二日喜欢带全家大小出去玩啊，出去郊区啦、山区玩，那真的爆胎，全家的都很危险。在车上等你啊！对，是，重点是，你看，像我们制作也是嘛，制作说他这辈子没破过胎啦。对，我再破胎，怎么就是开始要卖这个商品的时候就破胎了？而且还是好不容易调个时间休假，对，去垦丁出去玩，结果全部人在车上等他。对，那阿总说：“哎呦，怎么办？去哪里修？这是垦丁，我都人生地不熟的，对，又怕被骗，对，怎么办呢？自己慢慢什么，慢慢开，
好危险哦！开到认识的地方去开，如果中间发生事情怎么办？对，就说你开过去，如果他骗你怎么办？好不好？一分钟时间把握时间，再强调这个整个试驾，因为我们是两个补胎器加一个补胎机，外面试驾是3200多块，今天1981的价给你卖给你。我今天不是卖东西，而是卖你啊什么？卖你行车安全，好不好？好，平常记一下3160770，赶快加我们的语音抢光链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 U Life 这个。